好，来吧。好，那医师，我们前面就先进行快快的部分。好，然后就是麻烦你以最轻松，然后最真实的反应回答。好，对对对对对。那我们就直接开始。好。好，那轻松。好，开始。请问医师，用油漱口为什么牙齿会变白？用变白我是没有听过，可是用油漱口有很多好处，因为很多细菌的细胞膜是亲油不亲水，所以用油漱口可以把细菌的细从牙龈沟中拉出来。刘医师有听过哪些特别的美白牙齿偏方吗？我听过说泰国有用香蕉皮去磨牙齿，或是非洲有用灰烬烧过的灰烬刷牙，可是这其实都是偏方，都是不对的。哪位艺人笑起来的牙齿是最白最好看？刘医师觉得最漂亮吗？笑起来会让我融化，就是杰西卡艾巴。那多吃哪些食物可以让牙齿变白呢？吃浅色食物是不会让牙齿染色，变白的话是很，我没有听过什么食物可以让牙齿变白，可就是尽量不要染色，就是浅色食物。刘医师的身高体重三围，161公分，46公斤，三围32.1，24.33。美白牙齿有哪些疗程？冷光美白、居家美白、喷砂美白等等。牙齿有分色阶，那刘医师是在第几阶？我大概在 A1。让牙齿变黄因素有哪些？就是常吃深色食物去染色，那还有就是抽烟、烟垢等等，吃槟榔。刘医师有做过哪些牙齿美白？我平常会做居家美白，固定会做。那刘医师平常的兴趣是？唱唱歌、宅在家看漫画、睡觉。想要拥有一口白牙，最简单的方法是？就是避免吃太深色的食物，那或是吃完赶快去漱口，那不要抽烟，不要吃槟榔等等。那有牙医借林志玲之称的刘医师都是怎么保养牙齿的？我就是每天会花很多时间彻底的清洁我的牙齿，然后我吃深色食物会赶快去漱口，对，然后定期做居家美白。好，美白到了，很快，总共就100秒。深色食物的话，尽可能快点去漱口，然后。时间到，然后定期做居家美白。